抱抱抱可以，可以抱到门口。舌头伸出来。啊！终于嫁身边最后一个这么棒的你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去参加毛毛和 Trista 的婚礼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哪里看到了？嗨嗨，你先进来吗？哪个？嗨。这是我最传统的一天。床上有个大喜字，还有两套的礼服。一个纯白的，一个蜜桃色。礼服不灵不灵的。你剪视频是不是？还没睡吗？哦，好好好。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小破公鸡叫。我们几个姐妹出嫁都有带路机，都是刘瑞杰的带路机。开心你姐，真会哭啊，彩虹姐。最后还是要很老派的祝你们新婚快乐，哎呀，要幸福哦。终于嫁身边最后一个这么棒的女孩嫁出去了。要给大家，谢谢。哇，这真的是，我没有想到我会哭哎、欸。看到车子的车队来了，来接新娘子啦。那我们来的，那你不是紧张？他没说是帮我开门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们根本就没开门，我们只是出来看而已。哎，再斜一点，再斜一点。嗯，这个服务这可以让他们痛，不是？我开始痛苦，开始痛苦了。平时，哎，你平时在家里是不是就有这种姿势了？别笑啊！举了，举了，举了，十，完了，哇！好美啊，好美啊，干嘛？好帅啊！一般般，举起来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有态度吗？有！怎么有了 ？OK OK， 过关。哎，我空话了，王俊伟。多舔一下，你太舔了，我不舔一下不就好了吗？快舔啊！你的很好掰的，哦哦，成功！三二一，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累呀，我又完了！啊！舌头伸出来！有练过，有练过。哦，这样我可以了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哇，喜豪啊！哪个呀？动一下。哦，这条。什么？开门。哇！这么厉害！这有点太高了。慢慢喜欢你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现在很重，抱抱可以，可以抱到门口，到门口，到门口，哎呀，门口这到，哇，好，再来一张，哎，对，笑起来，对，好，从哪能尾撒？呀，能撒到你这？哎，他这个灯怎么回事？这边是在对角了，谁？我就看那个，谁会注意到这个啊？宝宝，宝宝，这手速，一点都交互也太差了吧？UX 也太差了吧？嬷嬷是要准备到广场上阴阳怪气，是不是？你这话说的好愉快，我是认真的在逛景点，好吗？一定要做阴阳怪气，呱哇！呱哇！得威和呱！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祖国的怀抱，对的，对，歌颂人民的幸福生活，对的，对呀。台湾人在那边不叫阴阳怪气，从哪来回事的？这个雕塑的寓意是什么？这雕塑就是。
大家不要吃胖子吗？不是，这是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可以说的吗？刚刚说什么、啊？这就是 Trista 的婚礼会场。我们是女方同事，高朋满座。场地很美哦，有好多漂亮的气球，还有灯光。嗨，来，有请新郎就位，有场。有请新娘入场。今后的生活里能够夫妻恩爱相敬如宾，家庭和睦，孝敬父母。谢谢大家，祝他们新婚百年好，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，我们一起干杯吧。来，我们也接过小涛手中的手捧花吧，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祝我跟乐和嫂子新婚快乐，白头到老，一直幸福下去。菜真的好多，叠了好几层呢。嗨，这是蒲城最繁华的地方，有蜜雪冰城以及鲜芋仙。我们现在要来吃鲜芋仙喽。吃出来好像都没有鲜鱼鲜了，很爽。嗯，对，都关掉了。那鲜鱼鲜蛮好吃的。可以说这个广场是专门为广场舞而设的，因为里面有超过20团的广场舞。前方有非常厉害的广场舞。
这个可能比较随便一点，这个你们可以比较好的融入。丫头，这叫什么丫头？这是酸辣丫头。酸辣丫头，酸辣丫头，酸辣鸭腿，酸辣鸭腿。某某觉得如何？觉得有点干。嗯，好吃啊。好吃的哈。好，这就是闽北婚礼全部的内容。明天我们就要回到武夷山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